大家好，我是健乐，健康又快乐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。好啦，现在呢我们就抵达了 Terminal 21。据说呢它这里呢就是以 Terminal 为主题的，就是说每一层呢就是有不一样的那一个国家的 Terminal 主题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在 Tokyo 啊这一层楼的这一个厕所啦。你可以看到呢，他们的用心程度呢，甚至包括了他们的厕所，他们也是用这一个日本风来去啊设计他们的这一个厕所的。Nice 啦，100%啦。